对，首批嘛，应该没那么蠢吧？看我的一吸啊，我跟你讲，哎呦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哦 ，Oh my god！哦，基本上你们很少看百姓这样玩的，就是这种节奏了。干，需要转这么多 combo 吗？他妈的！手上又打，那好像是我玩那个太。姿势都一直固定不动，然后就变这样了。万一大家爽就好，大概送的话，有些时候游戏我讲了是玩开心的。其实水位可以直接开才对。如果真的要快的话，水位是可以开，没有错。看，手上又打，没关系，大家喜欢看就好了。因为我本来包很大一包哎、欸，我已经看乔古塞了，只是怎么去看一看，当天还好，看完马上回来又隔天又那个了。第五关哦，风化腐蚀仪。你还挺得住，我现在才看到。这是什么？又来了，又99趴了，不让我回血呢哈。我不需要光珠，所以光珠可以消掉。水屋，我想一下哦。对啊，伤害只有5000多而已啊，水屋可以关。上轮转光哈，先把那只干掉，这只。哎、欸，啊不，轮转火了，轮转火，讲错了。毒击一重燃烧18哦，下一关强化盾反击，所以这一关我做强化主角。我把公外强化腐蚀搞消掉的，
我真正会裸辞，我跟你讲。哎呦，按到了。小水滴会炖哦。保险起见一点，我看这边一回合，两回合，八四回合。二、三、四，水我好像不能开诶，可攻击数有点少诶。看一下，哦，可以拍成这样，真是不容易。哦，目的是争取这一回合啦，目的是争取这一回合，再关掉。那个木珠应该是要先消才对，我没关系，火珠也可以啊，我就三只。七五海，为什么这么问？护卫盾哦，先把它除掉。因为第二只的血量八万，85万多，应该还好。而且我 CD 已经要跳了，所以没差。这边有六回合，所以我想要赚一回合。应该不会死吧？靠！赚一回合是要赚左边那只八风王啊！大于等于六钢不盾改哦，技能要全关掉哦。不过其实如果你转五回合，转五 combo 也是可以的玩法啦。一二三四，缺一康哎。五，只要没天降你就争取一回合，大概是这样的玩法。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。四 combo， 五 combo， 好，这样我就不用一定要在后面除技了，前面就可以除了，这边就可以除了，把另外一只八方王除起来而已。一二三四，我还缺一康哦，五，
哦，不巧他就一直给你天降哦。一、二，我故意留两组新珠哦。一二三四五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出起来了。其实玩游戏就是有一些没嘎嘎了。稍微注意一下，其实通关都不是那么难过啊。对啊，哎，我也是会GG通常都是没有注意啊。其实不是真的不是就死掉了，这真的是没注意。龙哥没带这个现象已经不是第一天发生了，基本上已经发生 N 次了，可是还是会忘了。哦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，有些时候就是这样。嘿，肚子好痛，为什么？这一只附加家族精神虫是双重文化前存。这个搞鬼吧？我们这个搞鬼好了呢。像这种斜转，如果没把握就不要用、欸，因为我还蛮有把握，斜转问题不大的，所以我敢直接这样转哦。哎呦喂，那么个龙尾，你老师要在那边手停下来。那个是什么书？其实我不知道哎，不然就这样好了。六康宝没问题啊，用开八风网了。五是控制，五是减伤哦。先把这只处理掉。按住，来不及了，因为我跟你们讲，通常是20秒之后是。公后恒磁场轮转火哈，路径燃烧哈，送他走了，不送他走不行，太危险。刚刚被他送走一次。我觉得康博帅好像有点少的感觉啊，应该是够吧。武康博没关系，这个等级是不一样的。刚刚武康博，刚是六康博，现在是武康博，但是我现在是开八风网，不一样，它 level 差很多。这一关可以磨技能，所以三个都把它关掉。怎么磨呢？就是不要消电击腐蚀就可以磨了哦，蛮简单的。哦，然后攻击珠全部把它消掉，攻击珠全部哦哦哦哦哦哦，
欸，不要跟我断心的哦，你老心的。我咧甲断心，这算你厉害真正。哦，因为关卡特性，我基本上我刚玩了一次，我大概可以摸出它的头绪了，所以这次配技什么的，应该问题就没有那么大了。有没有一副就是要通关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哦，不要断心，应该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了。够零零危险啦。哦，通关速度应该还 OK 吧？基本上我其实转的蛮慢的，所以你们要通关应该是速度会快很多。哦，那个星珠是故意不消的哦，要留心啊，不然这样一直下去你就没有那个四千多，你可以撑三下，所以还 OK。这边慢慢把技能磨回来就好了。你要吹死他也可以，但是不用开技，就是不用开三屋了，不用开。要拿满的感觉怎么可以嘞？就已经死过一次了，同样的地方怎么可以再聚一次？哎，请记得哦，八风王是看你的 combo 数来算减伤的哦，所以 combo 数越高越好。要么这边这样就慢慢吐回来就对了。保证你妥妥，我跟你讲。OK 啊，一回合，三回合，保险一点哦，我们都玩到这边了哦，不要急着把它 KO， 因为你这时候再急，就会像我刚刚一样被 KO 了。OK， 这回就可以用力转，没关系，带走他也没关系。不过基本上是带不走啦，我只是保险起见而已，出手没那么重。要600多万，如果这样你就带走了，那三物在旁边休息啊。他说看着我都还没出场，你就把他 KO 掉，怎么可能？没那么好的事啊。新珠留一组哦，打归打了，我们新珠还是要留一组啦。伤害好像比想象中来的弱很多、哦，请注意哦，他是越战越强赢哦，哦，越战越强赢啊，打下去多痛是不是？也一定有人会问说打下去多痛，我等一下算给各位看。哎，这大家应该比较好奇是越战越强赢打下去有多痛、啊，这才是关键、啊。这越攻越强，不好意思弄错了哦。越战越强赢。哎，我们来算一下他的攻击力哦，多少？5038哈，5038，5038。哦，他会打到40000多哎，阿尼阿维，而且二连击哦。我看一下50%的时候打多少，一万，打50%的时候剩一万，那可以，我们把它弄到50%好不好？等一下我确认一下40%会变多少，15000，我还要减伤没关系。我等一下先看一下我的配技好了，看配技可不可以直接送走他。我想一下哦，哦，一半的话我们都还撑得住啦，一半的话我们都还撑得住。想一下啊，因为下一关会突击耶，下一关会突击耶，我不能开水屋，不能开木屋耶。
我修一下。图纸中文不是16000啦。思考一下，这配件很重要。开一次，再开，可以啊，我可以直接开啊。他奶奶的凶，会惊小。干，有问题了，现在有一点问题了，应该早点开才对了。我现在怕开，我怕开八封下去，结果新珠都被转掉了。哦，还有三颗，感谢，感谢主，赞美。哎，不对，我开火锅好像不对。哎，对，开火锅好像不对，操！图集会不会两倍啊？有人可以告诉我吗？开火物的图集会两倍吗？哦，可以开木屋哦。关掉。开木屋小，好，开了。来了哈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就不用太那个。这样好不好？哎，图解伤害应该不是1697了，通常图解会少一点点的。丢，11031，我给记下来的，这样可以让大家有个参考值哦。哦，左边有腐蚀腐蚀哈，我现在没火屋啊哦。刚刚木屋鸟，我直接给开了哦。然后八风网开下去，哦，然后再开赛特。哦，基本上我赛特是用来取代那个转珠器的卡牌，哦，是这样来的。个人诚心的建议，留暗珠。因为这种都是很诡异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很诡异。个人建议是留暗珠了哈。我今天出来，唔知该会冻到无呢？算了，我唔买气机用物件，但气节细节。这个要消掉哈，这个要消掉。留了，我留暗珠了。可是这个木座，我很想把它削掉。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应该 OK 吧？哈，都有削到啊，有啊，我放了。但不放也不行，他自己放了。龙哥卖动啊！好像是漏掉两个了，看起来是漏掉两个了。叮，卡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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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消木无功，敌连击盾哦，所以我应该是不会削到木吧？对，因为只计算首批啊，他那是逗号嘛。对，手劈嘛，应该没那么蠢吧。
看我的一心啊！我跟你讲，哎呦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哦 ，Oh my god！ 哎，哎，记得关摸我啊！我想说我没有笑到欸，脸儿累七百，出现了。我本来要吃我的一席野地仔不？下次什么时候开啊？忘记两秒跟木我，我讲忘记两秒是小事，忘记木才是大事。现在就是一个叠珠的氛围就对了，这样叠珠会火吗？我真的好奇，这样叠珠活得下来吗？现在这是一个苟延残喘 的味道，是不是？这怎么转？这干老师哎，这是咩神啊？靠背啊！我干，整个都是木出是玩屁啊！我想一下哦，干这胖的鬼鬼，这个干这转了下去有，这看到鬼了是吧？这怎么转啊？你妈妈的嘞！这没办法转啊！靠背啊！这种节目效果，你告诉我有哪一个时光组他做得出来的？